给我听 drop 段落吧， drop 段落给我听， drop 段落，这是 drop 段落吗？给我听高潮 hook， 这是 hook 部分吗？ hook hook 就是高潮，高潮，高潮部分。给我听高潮，这是高潮吗？ hook hook 给我听 hook。 一星，请做出你的抉择。首先你们充分的用音乐表达你们自己对音乐的态度跟情感。因为我不是非常懂这一块的实验电子音乐这一块，听的也不多，所以没办法给一个非常相对正确的判断。那我的票是弃权，但是真的我感受到你们对音乐的热爱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觉得 Jasmine 呢，她的音乐风格比较是我喜欢的类型，然后它整体轨道跟那个旋律的整体的配合，包括让我觉得哇，还是有点非常 future 的感觉。不是因为它是 future bass， 是真的是觉得这个感觉非常未来。So if I were to pick one, which one? Which one? She's super dope, bro. Yeah.